可乐哥哥，不公平啊！你看，菲兹船长都有八个颜色，我也想要其他颜色。要不你问问红色斑斑？什么？你闭嘴！红色斑斑不要哭了，我用橙色积木给你拼一个白色斑斑。斑斑幼儿园的白色斑斑也想和菲兹船长那样有多个颜色，今天给他拼一个橙色的白色斑斑。这个白色斑斑，它的耳朵会发光哦，超级大长腿，和白色斑斑的腿一样长。哇，真好看！现在拼橙色的白色斑斑的身体。我拼的白色斑斑是创意搭建哦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其他颜色的白色斑斑呢？我看一下，身材和我一样高，和我一样美丽。那当然，我觉得你是斑斑幼儿园里面最漂亮的一个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看，这个灯是可以发光的，把它装到橙色的白色斑斑耳朵上会更加漂亮哦。这两边拼上手臂，你的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是可乐哥哥每天更新斑斑幼儿园的动力，让我们一起快乐拼积木吧。把白色斑斑的手臂安装上去。哇，橙色的白色斑斑拼好了。哎呦，还没拼好呢，别捣乱。贴上蝴蝶结眼睛和嘴巴。橙色的白色斑斑拼好啦，现在我有两个不同颜色的白色斑斑啦。你们看，我耳朵会发光。你好漂亮。我们一起去找其他斑斑玩吧。斑斑幼儿园又多了个新成员，朋友们还想看斑斑幼儿园哪一个角色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期见，拜拜。哎，粉皮猪，你们在聊什么？他们说做了个梦，我看到了黄色，还背着一个房子。嗯，就是他，黄色大蜗牛。OK， 交给我。奥比拉小鸟梦见了黄色，又有房子，那肯定是黄色大蜗牛啦。今天我把它拼出来。黄色大蜗牛是斑斑幼儿园里面的角色，穿着黄色外衣，有着大大的眼睛。嗯，你来干嘛？朱叔叔让我来监督你，防止你偷懒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偷懒？你们说呢？勤奋有我，我每天更新斑斑幼儿园给你们看，我不会偷懒的。积木创意拼搭，喜欢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收藏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蜗牛的房子拼好了。可乐哥哥偷懒了，偷懒了。哎哎哎，用你多事，我也没办法，要监督你。太过分了，吃个饼都不给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黄色大蜗牛也喜欢打篮球。你看，他让我帮他去找四个篮球。哦，黄色大蜗牛醒一醒，醒一醒。嘿。斑斑们整天过来捣乱，我拿出我的昊天锤，看他们怕不怕。把眼睛、嘴巴还有纹路贴上去。蜗牛叔叔你好呀，好久不见大家了，我们出去玩吧。怎么不见蟾蜍警长？可乐哥哥还没拼。可乐哥哥拼蟾蜍警长。我不，再见。奥比拉鸟，今天你的蛋孵出来没？刚孵出来，你看比之前的多。哇，这么大一盆，这个奥比拉小鸟个头不小啊！我孵了一晚上呢。我帮你把它拼起来。怪不得黑色的奥比拉鸟孵了一晚上，原来是这么大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蓝色的奥比拉小鸟。脚步拼好了，比它哥哥的脚都大。你说黑色的奥比拉鸟和粉色的奥比拉鸟能照顾这么多孩子吗？整整七个孩子。哎，可以请斑斑们来照顾，比如绿色斑斑。你说啥？我听不见。哎，跑得真快。弟弟长得好高大。是呀。嗯，把你孩子带走。马上，赶紧走，不要瞎捣乱。把蓝色奥比拉小鸟拼好了，我就集齐了蓝色、绿色、黑色、黄色、粉色五种颜色的奥比拉小鸟。你喜欢哪一种颜色的奥比拉小鸟呢？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把头发和眼睛贴上去。妈妈，妈妈，乖，哥哥你们好呀。粉色的奥比拉鸟呢？
可乐哥哥粉色的奥皮拉鸟呢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奥皮拉鸟，你是不是在孵蛋？是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我有四颗蛋。一二三，三颗啊。我的蛋呢？我的蛋呢？在这里，你把它露在外面了，要小心点。谢谢可乐哥哥。裂开了，裂开了！哎，是黑色的积木。哦，这个我有经验，我把它拼起来。奥皮拉鸟，我之前拼过三个粉色的，这次是黑色的，把它拼起来。黑色的奥皮拉鸟有四个蛋，那不是有四个奥皮拉小鸟？以前拼了三个，现在四个，加起来七个。这回有的他忙了。第一个奥皮拉黑色小鸟拼好了，你的孩子。谢谢可乐哥哥。哇，又出来一个，这次是绿色的。又孵出来一个，而且还是绿色的，我们把它拼起来，是不是绿色的小鸟？积木创意拼搭，喜欢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收藏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粘上头发和眼睛，绿色的奥比拉小鸟拼好了。你的孩子，黑色的是哥哥，绿色的是弟弟。可乐哥哥，还有一个。哇，已经出来了。这是孵出的黄色，我们把它拼起来。这一定是黄色的奥皮拉小鸟。奥皮拉小鸟现在有好几种颜色，有黑色，有粉色，有绿色和现在的黄色。你们喜欢哪一种颜色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把小鸟的头发和眼睛贴上去，你们看它们的表情都不一样哦，它们的身材是一样的。哦，还有一个蛋，差点忘了。嘿，你醒一醒。先把它孵出来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。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，摇摇头，把烦恼摇出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没烦恼。烦恼摇出来。可乐哥 哥，我们有烦恼，我们想要绿色的绿色斑斑。OK， 今天拼绿色斑斑。以前我也拼过绿色斑斑，但是我用了蓝色。今天。Thank you.
成员本鼻猪。朋友们，还想看斑斑幼儿园哪一个角色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期见，拜拜。斑斑幼儿园还差什么呢？红色斑斑、大象斑斑、白色斑斑、飞之船长、奥皮拉鸟都有了，还有谁呢？粉皮猪、蓝色大蜘蛛、蟾蜍警长、黄色蜗牛啊，我知道拼谁啦。用到蓝色积木又很能吃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给你猜一猜。对哦，竖着拼积木你们看过，躺着拼积木你们看过吗？是积木躺着拼，不是我躺着哦。这是他的双腿。经常看斑斑幼儿园的朋友很快就能猜出我拼的是谁啦。蓝色加很能吃，就是蓝色大蜘蛛啦。他的嘴巨大无比，能吞下大象斑斑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打个比喻，蓝色大蜘蛛是斑斑幼儿园里面的一个角色，有着三只眼，我们也叫他三眼怪，还有个名字叫做侦查员莱尼。哇！小心被他吃掉。把两边手臂拼出来。你们第一次看到蓝色大蜘蛛是在哪里呢？我是在走廊里，黄色蜗牛一直一直追着我，我一直逃，逃到蓝色大蜘蛛那里，然后它突然冒出一个头，哇，吓我一跳。还好蓝色大蜘蛛没和黄色的蜗牛一起追我，不然我都很难逃掉。蓝色大蜘蛛的身体拼好了，还差它的眼睛和嘴巴。白色斑斑和红色斑斑怎么怕起来了？难道是蓝色大蜘蛛欺负过他们？专业手工达人来了。五一马上到了，朋友们去哪里娱乐呢？可乐哥哥的娱乐方式是在家拼积木，拼你们喜爱的积木模型。出去玩的朋友记得要注意安全哦，保护好财物，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，玩得快乐。现在在粘的是蓝色大蜘蛛的血盆大口。积木创意拼搭，喜欢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收藏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把眼睛、嘴巴还有它的脚都粘上去。你们想不想看站起来的蓝色大蜘蛛？我给会怕的朋友三秒钟离开。蓝色大蜘蛛来啦！你们看我拼的像不像呢？白色斑斑和红色斑斑站在他面前，像一个小弟弟。站起来，他的身高有57公分，宽65公分。斑斑幼儿园又多了个新成员，朋友们还想看斑斑幼儿园哪一个角色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期见，拜拜。可乐哥哥，拼大象叔叔好吗？交给我，今天拼大象斑斑。我们也想看。好多朋友想看大象斑斑，而且你们的评论我都有看哦。今天就拼大象斑斑。这是大象斑斑的大腿，你看好大啊，一个腿都可以比得上奥皮拉小鸟啦。一脚下去地震山摇。哎，你们第一次看到大象斑斑是在哪里呢？我是在篮球场遇到大象斑斑的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？我是篮球爱好者，刚好大象斑斑也喜欢打篮球，我通过大象斑斑的考验，从此大象斑斑是我的好朋友，后面他还会帮助我度过难关呢。哇塞，这里是大象斑斑的大耳朵。积木创意拼搭，喜欢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收藏。咦，这样看像张开翅膀的蝴蝶。大象叔叔，你们知道大象叔叔还缺什么吗？把你孩子带回去。你们知道还差什么吗？我考你们有没有真正看过大象斑斑，还差他的手臂和长长的大鼻子。现在拼大象斑斑的长鼻子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鼻子曾经拿篮球扔我。我们把手臂和鼻子安装上去。把大象斑斑的表情画出来，专业手工达人又上线啦！大象的大嘴巴，它的眼睛，
沾上双面胶，把眼睛和嘴巴贴上去。对哦，还有他的脚趾。大象斑斑接球，你拿着。谢谢。哇，大家都在呀！教我打篮球，我也要学。没问题，叫上可乐哥哥，我们也去。走起，去篮球场。斑斑幼儿园又多了一个新角色，大象斑斑。朋友们还想看斑斑幼儿园哪一个角色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下期见，拜拜。